高精行仪，不朽传奇。欢迎收看高精传奇。在上一集里提及到静脑的司法年长当中，宗道法师甲慧观法师。宗道法师是静脑头一位司法的女长弟子，而且成这段发言是由宗道法师的师父心高上人，而且静心长老担任定清寺的导师。而宗道法师希望静脑的佛法音谱以及待人处事的精神，才投入在静心长老的门下学习，进一步成为第一位司法的年长弟子。另外一位就是慧观法师，伊是常住在功德寺，随时在静脑身躯边整理功果的必修。这两位尼师依据在静觉家方的法语长期的教化之下，慢慢的学习，精进了家己的道业。面对师尊静光上人，如温同再做之祝福，心中的缅怀之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反倒回来看静心长老自身的遗迹，在俗家的部分就是他的仰慕。上一集讲到静心长老成为仰主的缘故，为出世的国家到家修养的小家，那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故事，敢若是天公伯的安排。杨某对静脑非常的疼爱，甚至到个疼爱。说下来，这一集要延续也未完的故事，就让咱静心听着老和尚详细来讲小凤川少年求学的日常。为镇上的小学走路回来到厝里，都要用一点外钟的时间。要阿妈一个到，杨某就伫咧半路中等待下课的小凤川。小凤川爱着书包，拖着疲劳的身躯，为学校稳稳啊行，一步一步行到回去厝里。来到半路中，看到老母伫咧下手，原本行袂在脚步，变成做快步前进，迅速地跳起哩老母的脚架片，就安尼，予老母爱倒转去处理。一个到底处理，老母脚架片的汗已经流甲淡漉漉啊。这个时阵，小凤川就惊发觉到，无应该搁再予老母爱倒转来处理咯。小凤川是老母的心肝吧，若要讲是不甘囡仔行遐尼远的路，其实是担心囡仔家己行回来，天色都已经伤暗啊。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所在。杨某问小凤川，现在无要让妈妈爱倒回来处理。小凤川想起老师讲过如子牛的故事，就转述给妈妈听。如子牛的故事是讲，春秋时代齐景公心甘情愿做牛，让后生骑。小凤川要做一个有孝的囡仔，无必让妈妈亲像齐景公同款做牛让伊骑。静心长老捌讲过，无养母，我如何长大成人？这句话背后，那是只有请用之恩，也还有救命之恩。凤川读小学的时阵，正是日记时代。有一年，李达正伫咧流行，当时也无啥物防疫概念，只要有人去画着，都将画着病人掠走隔离起来。
袂堪你病魔折磨的人，就安尼病死去。严重的病人，就是住一当下结束伊的性命，来阻止疫情的扩散。洪川自细汉身体虚弱，自然无法度抵挡力量，就安尼去活着。杨某听到街仔路风声讲，日本警察伫咧杀着病人，杨某担心囡仔去予警察掠去，赶紧就要按着小洪川逃命。小洪川不忍心老母安逸，坚持要家己行。老母生气的责备讲：“搁再唔走，你的小命都无去啊！”杨某赶紧按起小洪川，为后尾门逃走。厝后无偌远的所在，就是家己处理的农田，拄啊好伫咧田花边，有两座大个稻草埔。无啊，惊两个人都秘伫咧稻草堆中间。老母用大草将四周围起来，叫洪川唔通出声。两位日本警察到底处理找无着人，就行位田边的草堆，准备并要抓人。无啊，惊两人惊甲唔敢出声。正当要掀开草堆的时阵，忽然有一架飞机飞甲真低，就为两位警察的头壳尾顶飞过。两人抬头看到飞机伫咧空中射链灯，就离开草堆。无惊两人躲过警察的追查，就安尼，小洪川保住了小命。杨某抱着小洪川，欢喜地流落了目屎。而脚只片的汗水，早就已经浸淡了衫裤。出家了后的洪川，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心情激动地讲：母亲爱子的心情，正亲像菩萨的大慈悲心，佛陀的大慈悲心。若不是亲像佛陀的大慈悲心，母亲是无可能这么辛苦照顾我的。在咧静老的心中，母亲是自世活佛。这是洪川出家了后变身成做静心的时阵的心灵感触。杨某处理的经济状况，虽然甲生爸过家的富足未比例，但是比普通家庭较好淡薄的农家生活，较欠一点啊，也是会当过。比起班里的同学，生活品质算是未歹。但是，对于一般农家来讲，囡仔那是生较济，要买一双新鞋，却是相当的无简单。伫咧小洪川要入小学读册时阵，杨某为小洪川买了一双新鞋。一向惯系烫车卡的小洪川，甲老母讲：“我介意烫车卡，无要穿鞋啊啦。”杨某笑笑地讲：“哪有人烫只脚去上课的？安尼同学甲老师拢会笑你的哦。”上课的头一天，小洪川穿着新鞋仔出门，行了几步路，发现白布鞋已经垃圾去了，赶紧脱落来，将鞋仔顶的涂刷粉啊拍掉，归去唔穿鞋仔，用鞋仔带绑做伙。挂伫咧暗棍顶面，脱车卡行到学校门口，再阁将鞋仔穿起来。等到一学期了后，其他的同学唔知已经穿破几双鞋，但是小洪川的鞋仔也是半新半旧的。小洪川细汉的时阵，旋转会这么勤俭，是伊体谅养爸母伫咧田里辛苦做事。才会这么爱惜布鞋。囡仔时代吃的苦，若要讲是苦，不如讲是磨练。不过在咧洪川的心肝内，总无认为家己过得真苦，因为比伊较苦的同学还佫真济。
以伊的生活水准来看，已经是真幸福了。也因为有这款的生活经历，在咧承诺接任公德寺的初期，寺院的经济较困难，承诺总是有办法渡过难关，和道场顺利的运作落去。在咧静心长老法语当中，都收录着承诺捌讲过话。快乐是内心的感受，任是物质的享受。这是洪川出家了后所体悟的心内感受。但是，伫咧也未出家之前，敢若是已经伫咧潜意识里埋下了迄款的想法。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，不求闻达四方。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，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，感谢您无私的爱心，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，话拨账号4227-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在咧静诺的少年时期，要受到完整教育相当的不简单。严格来讲，小芳川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，真难想象未来会有如此的大成就。这一切并无他法，拢是靠家己苦读。在咧日据时代，要受汉学教育是相当困难的。小芳川所读的瑞穗国小是日本办理的，所以国语课就是日语课。芳川的日语之所以可以听、讲、读、写这么的流利，这个基础就是来自小学的教育。小芳川在小学的成绩相当的不错，72名的学生里，伊总是名列前茅，日语、数学、音乐三科时常得到满分，唯独体育较歹，这甲伊自细汉体质无好有关系。不过，伫咧养母的调养之下，到底小学毕业的时阵，体能已经会当甲其他的同学相比拼了。伫咧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人民，生活是相当辛苦的。小学毕业的芳川只有14岁，一个14岁的囡仔无升学，会当做虾米代志呢？芳川的同学大部分留伫咧厝里斗做事，也有少部分去做学徒。家师体力好的，都被捡去军校做少年兵。因为日本的兵源不足，所以伫咧台湾有后备军队的编制。小学毕业了后，就受入伍训练。满18岁了后，就爱入伍去到一般部队上战场冲锋陷阵。小芳川的体力较歹，无被捡入青年兵，跳入了后勤工厂。迄个时阵，台湾有一座日本陆军航空工厂，芳川进厂做一名军属。芳川抓准讲，入了工厂就毋免做兵，有闲的时间就会比较较济，就会当用来读册。结果工厂休困的时间只有中昼用餐的时间，这短短的一点钟会当做什么呢？芳川灵机一动，利用这一点钟来苦练日语。伫咧工厂里的主管大部分是日本人，也阁有少数工人是会晓日语甲汉语的。大好是芳川练日语的上好时机。两年落来，芳川的日语有真大的进步。民国34年，日本投降。航空厂关起来，芳川只好回来厝里，甲老爸老母斗相共做事。回去故乡做事也毋是歹代志。
等到有更多时间用来自学。让父母知影芳川爱读册，也未到买阿嬷，就让芳川回去厝里看册。安尼距离天暗还有一两点钟，用来读册是上佳好的时机。当芳川册读得愈多，求书的愿望就愈迫切。也就安尼，芳川开嘴对老母讲：“阿母，阁予我读册好无？”杨母笑笑地对芳川讲：“你这大汉，还阁要考初中哦。”杨伯对芳川讲：“有听的咱潭子的家长，有一位合作李通明的老师伫咧教汉文，你若要读册，就去报名。”芳川听到还阁当阁再继续读册，心中无比的欢喜。这位李通明老师博学多闻，那教的是正确的中文发音，还阁特别训练学生的自觉性甲思维能力。芳川把握住机会，当到唔捌的所在，就赶紧对着老师学习。其他的同学拢下课了，芳川还阁留落来，央求老师加教伊淡薄啊。有一天，因为天暗啊，还无看到芳川倒当来处理，杨伯只好骑着脚踏车去街仔顶找。杨伯来到学堂，看到芳川还阁伫咧向老师请教，一直甲老师回失礼。老师对杨伯讲：“小先生，芳川是我教过的学生上界认真的，好好啊栽培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”芳川受到李老师的赏识，杨伯内心相当的欢喜，谦虚的回答讲：“承蒙老师看得起，我是一个做事人，也无读过册。既然阿川已经学，就毋望老师来看教。”几十年了后，李老师离开世间，伊正如伊生前所预言的，果然证实了。当年的芳川，经过几十年了后，蜕变成做佛教界地位非常重要的领袖级人物。十几岁的萧芳川一心一意只想要读册，在他的想法当中，唯有读册才能翻转一切。之前芳川在李老师处理学习，不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学生，所以就不好再继续念下去。讲好之后不多久的台湾，芳川的同学多数在咧厝里，甲老爸老母斗三工，从事农务的工作。搁再加上学校并无普遍，读册算是车祸的梦想。在咧当时，台湾有得时间着栽教，内面都有提供读册机会。芳川也不未清楚栽教是虾米组织，只知影会当予人读册。就安尼行入了斋堂。台湾的斋教是清代为大陆传过来，而且深受佛教的影响。但是，伫咧清代被看作是邪教。斋教总堂是伫咧福建，总共分有三派：龙华派、金东派、先天派。虽然区分三派，但是却有伊的共同点，拢是以佛教禅宗六祖慧能为依归，是一种在家修行的团体。而芳川进入的是龙义堂，属龙华派堂口。伫咧龙义堂当中，是以女修行者较侪，称之为在姑，而男众就称为斋友。在斋堂当中，相对的是少数。
洪川一个进入龙义堂，听到有一位知友汉文的能力好，也设定伫咧教学生，就决定要去亲近伊，向伊请教。一个开始，洪川看到同学因的成绩拢相当优秀，担心家己的能力较歹，会对袂着其他的同学，所以有了退缩的想法。没想到同学因相当的热情，非常欢迎洪川加入学习的行列。那位知友相当的热心，私底下帮洪川将落后的课程补起来，再加上同学因的协助，没多久，洪川不但看到同学因的进度，甚至成绩还阁名列前茅。现在洪川的进步程度这么快速，犹如神助呢。除了洪川本身的资质聪颖以外，再有因的读册风气，让洪川不敢放松太慢。课文当中，甲静心中脑同年纪的法师因，想要接受教育是非常困难的，尤其伫咧大陆地区。想要读册人，唯有进入寺院做小沙弥，才有办法读册八字。反倒回来看台湾，想要读册囡仔进斋堂学习，也是另外一种的管道。斋教信徒是代法修行，以佛教思想为中心，当然就要吃素斋。起初洪川并不吃素，但是进入龙义堂无多久，伊也开始对咧吃素。洪川并无排斥，颠倒吃甲相当的欢喜，敢若是代表着洪川甲佛有缘。就安尼日子一个久，洪川皈依了斋教龙华派。洪川自从皈依了龙华派了后，学习龙华经典十分的骨力，无分昧日，手不离卷。当到唔捌的所在，都大声将册合起来。经过闭目思考了后，竟然茅塞顿开，心中的法喜油然而生。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，唔通未记之继续锁定十方法界为师。高精传奇节目，感谢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